美方的气球非法进入别国的领空，并不是什么稀罕事。就像我刚才所介绍的那样，仅去年以来，美方的高空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，就十余次非法飞越中国的领空。所以美方应当改弦更张，反躬自省，而不是抹黑指责中方。